来吧，再来吧。师长，你瞧，中队长。小马，哎，中队长，哎，回家。哎，见了吴大白和玉芬，可替咱们九零九艇的大伙儿带个好啊！哎，带个好，带个好。来，给嫂子带上。别了，别了。哎，带上。别了，别了，带上。大伙儿，别了，别了，带上。我带上。别别别，别别，中队长，带上。你带去了。哎呀，带上。好，带上。别忘了给我们带好、啊、哎呀，老他个没完。中队长，这儿还有咱们轮机长刘涛同志的一份呢。乖乖，擦的是金光透亮啊。哎呀，我这还有一个呢，我拿不了了。能对，带上吧。小的，你这个小鬼。谁来了？哦，大概是女婿回来了。张明，阿爸，都回来了？哎，呵，我们才出去几天呢，这就休息了这么多的渔船呢？可不是，秋季的渔汛快到了。你别看蒋介石天天往这打炮，今年呢还得来这个大丰收。阿爸，这是玉芬的。哦，阿爸，你只爱喝。哎，正好家里有鲜鱼，走回家吧。哎，你怎么开着车子回来的？这就走啊？不，我是来接你。接我啊？首长请您呢。请我？哎，请我干什么？请你当军师。哎，连民兵都嫌我老，不要我，你们找我有什么用啊？我又不会放鱼雷。到了指挥所你就知道了。哎，玉芬，别让他去。玉芬呢？啊，七天都没给我照面了，他在羊角山呢。敌人打炮喽！注意防炮喽！暂停，把敌人压下去了，来休息休息。来喝水。
姐没个炮弹脾气。阿峰啊，把这个送到洗衣组去。哎哎，老王啊，咱们抓紧时间啊。好，炮弹没炸，小心我来。嚯，这样灰灰炉啊，保证是优质钢啊！喂，民兵同志。看到你们连长了吗？你们连长在哪儿啊？啊！哎，你说在哪儿？玉芬，小天，怎么样啊？咱们这九个人的一切努力，可都是为了这两条雷，到时候你要放不出去。放不出去，我用脑袋要把它顶出去。你小心点，到时候你当心我把你当鱼雷放出去。怎么样，老刘？很好。怎么？哟，你的炮检查过了没有？看看吧。保证不出故障。小马，嗯，你最好把子弹呢薄薄的涂上一层油，保险不会卡壳。哎，啊，是。老刘，嗯，咱们党小组是不是需要开个会啊？是需要。中队长还没回来呢。情况就是这样。这一次，一定要坚决把它消灭掉。好吧，今天会就开到这里，大家回去要抓紧时间进行准备啊。是，对，是，好，嗯，好，那回家行了，再见。啊，老邱，再见。再见，老赵。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张明，有，请他们进来吧。是。大兵，大白，你好。哦，你们都走了啊？哎，好，再见，大白。再见了，大白。对对对，再见，再见。大白，哎，首长，大白。里边坐，找点水来。哎，您抽烟。哎哎，大白，您听说了没有？美国政府宣布要派遣军舰直接给蒋介石的运输舰护航啊，那就直接揍他，让那个美国军舰呢也带几个窟窿回去。你就别管他那一套。干嘛？叫我来了，我就要发表意见。你们民兵啊，就知道捡炮弹皮。你们有出息，跟快艇一块出去，逮个火并舰回来，我给你们好好练几炉钢。你别看咱们那个小高炉，阿爸。美国军舰护航，咱们打得更有名堂一些。咱们要打在蒋介石身上，疼在美帝主义的心里。如果他敢动我们一个手指头，我们就要砍掉他整个胳膊。打什么美国军舰呢？那都是磨坊里的毛驴儿，他就会嗷嗷的叫，一上阵就拉稀。阿爸，首长请你来啊，就是要和你讨论一下对付美国兵舰护航的办法。跟
跟我讨论。大白，您来看。您来看，这是东，这是西，这边是台湾，这插的蓝旗地方是敌人。上一次敌人从台湾来的运输舰在这一带吃了个大亏，这一次他必然从南边绕道过来。首长，我不会看图啊，我也不懂兵法，你就说叫我干什么吧。我们有个困难要请您老人家帮助解决。什么困难呢？不是我老汉夸口啊，只要是革命需要，就是掏个龙王爷的眼珠子我也办得到。我们准备在敌人的运输线上来个埋伏，等敌人舰队一过来给他个出其不意的打击，切断他的后路，让他想跑也跑不掉。那太好了。哎，咱们在什么地方埋伏啊？就在这里，咱们的快艇埋伏在鬼屿这个地方，敌人是万万意料不到的。如果他从这边来经过这儿，咱们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，就这样。阿爸，能行吗？鬼屿不行啊，那儿风浪大，漩涡多，暗礁更多。俗话说得好啊，舍得千条命你才敢在鬼域停一停。进了鬼牙湾那就是阎王殿，不是下油锅就是上刀山。听老人家说啊，祖祖辈辈还没有人敢到那儿去呢。阿爸，你不是去过吗？我说为什么请我来当军师，原来是你们出的好主意。鬼域我们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调查，那儿最好的条件是容易隐蔽。您来看这个图，这东面的出击口也比较理想，问题是西面这个进口水浅暗礁多，但是咱们的快艇又必须从这面进口。去鲑鱼我不怕，虽然那里暗礁多，渔船也还是能够进去，可是你们快艇。快艇行，快艇啊吃水浅，渔船要是能进去，快艇就能进去。你就是进去了你也待不住，你们的码头搬不进去，遇上了风浪怎么办呢？那待不住啊。阿爸，我们民兵的船可以给快艇当活动码头啊。对，我们一条快艇靠你们一条帆船做伪装，万一敌人要是来侦查，他也不容易发现我。阿爸，你看怎么样？首长，咱们什么时候干？越快越好。到鲑鱼谁领子去？张明。好，我们全家都去了。哎，那我该听谁的？女儿的还是女婿的？进港的时候当然他们都得听你的指挥啊。对，张明，玉芬，今儿晚上咱们带几个人坐一条船先到鬼屿去摸摸底。对啊。对。
挨当了。兄的水性好着呢。就是这儿，张明啊，再往前走就不好走了。这儿就是罗汉湾，18块大礁石藏在海底，什么船到这儿都……阿爸，那不成啊！不进这个湾子，快艇就到不了出击口。可我们也不能硬往暗礁上撞啊！你不是说渔船能进去吗？我喝的酒啊，比你们喝的水都多，我有经验，这得听我老头子的。那你说怎么办吧？可你急什么？你总得想出办法来。玉芬，阿爸，另外还有航道吗？你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呢？下去摸。不，不行啊！你是老大，你在上面看着。再说下面礁石那么多，可你一个人呢？根本就不行。哎，玉芬，老王，阿凤，下。你
斌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别看水面这么宽，这个水底下全都是暗礁，这个老月黑头弄不好就要出事的。阿爸，你放心吧。你看，你看，那不是上去了吗？咱们就利用这些暗礁啊，把船弄进去。你还得帮助我，把最后一关啊标在图上。进来了，风吹不到，敌人找不到，海上打伏击就数真好。泰山，泰山，我是海英，我是海英。泰山，泰山，我是海英，我是海英。进去了。命令海鹰部队按预定方案进入国域。是。水手长，给讲个故事吧。讲个什么呢？来个新的，别再说你那个龙卷风了。哎呀，还挑拣呢。敌人三天不上钩，每天定量喝水，这嗓子眼都快冒烟了，你就凑合着听吧你。报告连长同志，我们中队长有命令，不许随便喝人家的水。为什么？是。哎，这是我们的内政问题。哎，内政什么？你们我们呢？进鬼域打埋伏，咱们是一个整体作战呢，听你们中队长的命令。这生活问题啊，你不听我的命令。是嫂子，还有什么吩咐？这壶给你们中队长。连长同志，我们中队长呢在那小礁石顶上呢。我说呀，你还是自己送吧，还是自己送吧，自己送上去吧，送就送。哎，来，听我的。Thank you.
喝吧，我的。来，我给你配上。我不冷。做梦也想不到咱们会在这儿等着他。正盼着他快点来吧。往下好了，鱼总会上钩的。大哥，嫂子来了。他妈的，看什么？吃屎！孙舰长，我们真有缘分呢，这次护航还有你的炮舰。是的，李舰长。但愿这回啊，这回我们改变航线的决定可以说是太英明，太英明了。虽然路程远一些，可是安全方面却……但愿这回啊不是白辛苦。看来李舰长是信不过我的几条炮舰，不过请放心，这回有盟军的雄阳舰护航，该是最好的保险公司了吧。李舰长，你认为盟军这次护航结果会怎么样呢？你认为呢？这回盟军一到金门海面，就要共产党个好看。你是说共产党不敢来？我是说呀，不来吧，显然是害怕美国；来吧，怎么个来法呢？派舰队跟美国的巡洋舰碰，我看他不敢。派鱼雷快艇又离开出发地太远了，我看呐，辣手。如果完全相反，
他们突然使出个绝招，让盟军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？啊？你是不是给他们弄怕了？啊？老兄，至少在眼前，台湾海峡还是盟军称兄道霸的地带。老弟呀，说句知心话吧，这回运输任务我们改变了航线，加上盟军的护航，我心里嘛也是比上回有底。可是我总有这么一种想法，盟军再好也不定相信你老弟的炮舰更可靠。嗯，咱们才是自己人，只有你我才能同舟共济。到。亲爱的恒利中校，你应该明白这一点，一个出色的军人不仅要有军事家的头脑，而且要有政治家的头脑。可是这次护航，如果共产党真的来挑衅，难道我们神圣的合众国能够白挨打不成吗？杜勒斯先生曾经说过，万一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，那也要看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。喂，他们来了，进来吧。哦，教官。哦 ，Mr. 孙，当了舰长了。认识一下我从前的学生。哦，我们特遣舰队的参谋长 James 上校，他是我们护航编队的指挥，他可以说把毕生精力和真挚的感情贡献给了你们自由中国。上校阁下，毕国总统把我们运输舰队和前线十万将士的命运、希望、荣誉全都交给您了。嗯，我们美国军人将以他崇高的行为来证实神圣的诺言。是的，是的。东拐东。东沟五，中间三艘运输舰，四艘炮舰担任右翼警戒，左翼有一艘美国巡洋舰，两艘驱逐舰。命令海鹰部队出击。命令海鹰部队出击。海鹰，海鹰，我是泰山，我是泰山，命令你们出击，命令你们出击。
火箭12000码，发现共军快艇6艘、啊。怎么办？他妈的，这快艇难道是从海底钻出来的？孙舰长，你立刻先开炮，这样可以让盟军不得不跟着我们一起射击呀、啊。开炮！呵，乖乖，你的美国干老子没敢开口，你倒真干呐！海鹰接近美国军舰。命令支援部队按原定方案出击。是。告诉共军快艇，我们是美国的军舰。美国人不让我们通过？开玩笑，我们的领海，我们想怎么走就怎么走。你去告诉他们，让他们滚开。是，让他们滚开，全走。第二次请求开炮。真想不到啊。7000码，发出严重警告。严重警告。是，严重警告。6600码，共军要放鱼雷了。陈昭，他们不会先碰我们的。我要对海军的荣誉负责。我命令，亨利，看来你只能是个舰长，永远不能成为政治家。海鹰注意，准备战斗。海鹰注意，准备战斗。听到了回答，听到了回答。1号准备完毕，2号准备完毕，3号准备完毕，4号准备完毕。连环发射，准备完毕。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是在12海里之内呢，还是在12海里之外？早已进入12海里之内了。我命令返航。跑了，跑了！我是美国军舰，乖乖，吓坏了。怕我们放鱼雷啊！哼，这群婊子养的美国佬。孙舰长，孙舰长，美国佬跑了，我暴露在共军快艇面前，你要赶快阻击共军的快艇，你可要负责呀。你攻击运输指挥舰，4号、5号、6号攻击第二艘运输舰，2号、3号跟我攻击运输指挥舰。
保留。很好。机器有毛病，我去看看。运输舰命中了，命中了，打成两艘中字号。海英要回来，注意导航。是。阿爸，打沉了，打沉了，啊、打沉了！什么？打沉了！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咱们的快艇啊，被敌人的军舰打沉了。哎呀，哎呀，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我跟你们说呀，你打，连长，我说连长通知了。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连长，我说吧，老张他们一真行，一出去我就能打成。我向海军首长请示去。快进吧。对，我们不能空着守回去啊！小伙子们，准备起锚。真该死，偏巧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战斗故障。别着急嘛，先检查故障在哪儿。二号，二号，你代理我指挥撤出战斗，你代理我指挥撤出战斗。二号，二号，你代理我指挥撤出战斗，你代理我指挥撤出战斗。海鹰一号，海鹰一号，二号呼叫，二号呼叫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海鹰一号，海鹰一号，三号呼叫，三号呼叫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
报中队长，电台失灵。看你往哪儿跑，跑不掉了。快上去，再往前来不及了。冷机长，咱们一块上去。你们听不听命令？上去。中队长命令，轮机人员上来。轮机长不上去，拖上来，快。是。海鹰一号，海鹰一号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没有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海鹰一号目标没有出来，二三四五六号又向战区转航寻找，那里有敌人的炮舰活动。海鹰注意，海鹰注意，我是泰山，命令你们立即返航。上去抓活的。有力故障排除。好，准备手机吧。是，准备手机吧。命令炮艇、帆船马上出动，请求空军支援。是。带好武器，准备炸艇。共产党员，共青团员，同志们，人在就是挺在啊，现在正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勇回祖国的大陆。
全体立正。难过，同志们，现在我们降下了国旗，明天在新的艇上我们会把它更高的升起来。我们英雄的快艇，万岁万岁。沈首长，见吧，亲爱的艇。一雄同志，到。你和鱼雷手、后枪手编为第一战斗小组，枪炮班长、电信手和我在一起编为第二战斗小组。轮机部门走中间，轮机兵同志主要的任务是负责重伤号刘涛。什么？哟！什么？快把救生衣吹去！救生衣打了个洞，吹不起来了。中队长，你给，穿我这个。不不不，中队长。还是你自己穿吧，我命令你穿去，我比你游得好吗？快快穿去啊。救生圈让给你。不不不，我护送你，我推着你走。谢谢健子。怎么搞？怎么搞的？马达坏了，快修快修！全都震坏了，没法修啊！胡说！你们都瞪着眼睛看着我干什么？还不划桨？快点划桨！
等一等，我是孙舰长，等一等。李舰长，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、啊！还是自己瞎眼。你的老师居然也把你这得意门生给丢下了。人心隔肚皮啊！骗子手，狗娘养的混账王八蛋！越游越远了，要是碰上条渔船就好了。要有一个小礁石也好啊。老刘，怎么样啊？老刘，不要紧。冷水一泡，老胃病又犯了。来，我来暖一暖你。不，你也扶着伤呢。老刘，这样好一点吧。啊，钟队长，别让同志们推我了，你们先走吧，我在后边慢慢的飘。刘涛，这么一点困难就没有信心了吗？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拖住潜艇同志的腿。你们回去还有新的任务，你同样有新的任务吗？刘涛啊，在这种时候你，我知道，是我现在连累你们，你应该为全艇着想，不要光为我一个人。大家靠拢过来，我们现在开个党小组扩大会议。我的意见完了，为了潜艇，我请求你们不要管我了，我能慢慢的飘回去。我同意，你们先走，我留下来跟轮机长一块走。我也留下。我不同意。李兄，你同志们，我们九个人在艇上是一个整体，在水里头也是一个整体，我们一起出来了，也要一起回去。共产党员、革命战士要经得起任何的考验，党要求我们胜利的返航，就是再大的风浪也阻挡不住我们909号艇的前进。我们一定要回去，我们一定能够回去。沈社长，哟，启航，接缆。海鹰一号，海鹰一号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我是泰山，我是泰山，请你回答。海鹰一号，海鹰一号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海鹰一号，海鹰一号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我是泰山，我是泰山，请你回答。
请你回答。高速炮艇查遍了42海区。海鹰一号，他们是否发现有漂浮物？没有。我是泰山。继续严密搜索。是。请你回答，请你回答。海鹰一号，炮艇找遍了52海区。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让他们到53号去。泰山，我是泰山，请你回答，请你回答。海鹰一号，海鹰一号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多好啊，咱们要是有两只海鹰的翅膀就好了。你说咱们没有吗？咱们的翅膀比海鹰还要硬啊。咱们已经飞了一天一夜了，还没有歇歇呢。小马，你说对不对？对。老刘，你说呢？对，玉兄说的对呀，我们是党培养出来的海鹰，再大的风浪我们也能够劈开它。同志们呐，再加一把劲儿，我们就飞回祖国的大陆了。一号，一号，我是08号，我是08号，58号海区没有发现目标，58号海区没有发现目标。玉芬，玉芬，嗯，你休息休息吧。
继续找。哎，是块礁石，咱们上去休息休息。你就别照顾我了，钟队长、小马他们。老六，钟队长他们能回来，你先歇一歇吧。来，小田儿。哎，你去打上警戒。是。你过来暖和暖和吧。怎么，海根子，你困了？我刚才在海里还打了个盹呢，看见咱们的新艇来了，银灰色的，个头啊真大呀，发射管呢就有水缸那么粗，有八个。小田，你听见没有？有八个呀！要是发生了故障啊，够你三天排除的。嘿嘿，驾驶台上写着“英雄艇”。乖乖，总而言之，咱们这一波子的人全在上头呢。当时钟队长就训话了，同志们，哎，我这事像不像啊？啊，真的就是这样。他当时说，同志们，我们守着这条艇一直到头发白了的时候，上级调我不走，调你们我也不给。这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一块儿喝过海水。我听着听着高兴的就笑了起来，这一笑不打紧啊，我又慢慢的喝了一大口就醒了。
有敌人，快跑，快跑！打！中队长，你听，枪声，是李雄他们。你怎么知道？一定是他们遇上了敌人了。快，同志们，投入战斗！当官的，妈的死了！哎，山脉里还有干粮呢。那，钟队长，我缴获了件救生衣，你这件还是还你吧。你这个小鬼啊！你们回来了。哎，老刘，老刘，刘涛，文局长，局长，老刘涛，文局长，文局长。钟队长，山脉已经修好了。准备起航吗？
发现电扇板的。